我的发，1400，我的发。 这刻烈的语音也太好笑了！最锋利的刀刃，也无法分割光明与暗。你毫不策略的行动，让我有了心。 完美，我们这波帮他挡了一个小手伤伤害，还可以。刚回家嘛，感觉白天没看到你了呀。哼，拿下。 这把没带点火，我一开始以为打磁轮上单呢，我以为打磁轮就没带火。哎呀，车没了，这把没带点火，我一开始以为打磁轮上单呢，我以为打磁轮就没带火。哎呀，车没了，这把没带点火，我一开始以为打磁轮上单呢，我以为打磁轮就没带火。这里不能把它踹下去，不能把它踹下去，现在大蓝口的给大佬地上了。我不会被误导。这也不给他补刀呀。 我们尽量让在他下马的时候保有满的技能，就是我们技能最好是满的 ，Q 和 E 最好都是满的，这样子的话伤害才会够啊，不然的话伤害是不够的。他下马我们打不死他，让他上马的话，我们就很亏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你。 他不跟我对线了。完。耐心不是一种，而是。
你两个打不过呀，那熟人三好低啊。熟人大刀还被我们大刀给躲掉了。这里我们打他队友的话，他就必须得会交大刀救他队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上去打那个克利，他就必须得交大救克利，刚好被我大刀给躲掉的。你可以说这波是炸虎，但其实这又是一种必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石头人这个时候必须得交大的。你如果是个正常石头人，这波一定得交大，因为你不交大队友就死了。没蓝，等下一个 Q， 你们在屁股后面。跟他做平行运动，跟在他屁股后面就行。这里没有大的，追不上我们的这里。回来，气坏了。来，猫咪跟我，猫咪跟我。哎，你别叫 Q 啊！他在躺下叫什么 Q 啊？他叫 Q 扛塔的。干嘛吗？你们这都是马后炮，你们这都是上帝视角，这不行的，这不公平，这对主播不公平，你们这都是上帝视角。好好好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知道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操，这一堆玩的可以啊，这 EZ 佛山周杰伦。这 EZ 玩的真不错呀，把我们队友杀完了，这 EZ。首先有大的，快跑！快乐风。我就要破坏他们的双排。
一下平 A 落400多，暴击。我给你的伤害，他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好卡呀！我连卡起来了。主播出去拉一个不来一个，肯定拉不到的呗。别人这一看就是从创号开始就是一起玩的，我这怎么破坏呀？别那么坏好不好？你们玩个游戏不要想那么多坏心思好不好？别人双排就让别人双排嘛，你为什么要拆散别人？我操，他这没死啊！啊，这没死啊！哇！我操！能杀吧？杀就行。我操！哎，有没点毛病啊？这样是要搞我？我操！你给我奶一下呀！论了吧，论了吧，论了吧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！哦，这就是折力猫吗？真够恶心的，一个人刮五个，那猫在这里一个刮五个。你看，猫咪是不是死了？对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它不跟我。他跟我的话，他就一次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不会死吗？因为他经常跟我。他跟我的话，他就不会死。他如果早一点跟我的话，他一次都不会死，你知道吧？想看我和芥末老师双排，猫一次不死就下播是吧？可是猫，可是芥末也不怎么玩猫呀。不要强求，知道吧？不要强求，别玩，让别人玩不擅长的英雄，不要强求啊！弹幕友善一点，弹幕要友善一点哦。等他交易，他没有晋升的。OK， 一交了，等他交课。对了。没关系，我不下播，他也明天也要上班，他晚上他不可能等太晚的。而且哪有你发起这个挑战，什么都没有的，你
这发起挑战什么也不给的，不合适吧？一炸断 Q。哎呀！啊！倒了。妈妈洗了。哎，换一件什么装？我来啦！我操，真的好卡哎！我真的好卡呀、啊，我得开下加速器了，兄弟们。我开始丢包了，我有点，我开始丢包了，好卡，算了不浪了呗，稳稳的把这一把拿下来，有点卡，再出一把神分，神分是双手武器，不能出两个的，只能同时拿一把，知道吗？神化装是双手武器，不能同时出两个的。啊、哦，好卡呀！哎，不想了，玩浪给得力的。充能完毕，现在开始。哦，我好卡。他们应该回家守基地的超级兵的，他们回家守基地的超级兵。哎，石人不会一个大招下来把龙抢了吧？我操！神分就是卡灭的专武，知道吧？三项那种装备都不行，都不适合。当着上学的我，神分打了20000多伤害。什么叫神分影啊？真的。他甚至不愿意上来，不愿意上来给我奶一下。
走啊，不是你跟他对 A 什么呀，你 A 得过他吗？我操，还真 A 过了，不对，没 A 过。1280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，1400，我的发，1300，我的发，1400，我的发，哈哈。猫给我加这么多攻击力吗？1300，我操，1300，一脚1300，真变态呀！他不加攻击力吗？那我怎么500多攻击力？那我怎么500多攻击力？那我怎么500多攻击力？啊，打了80000多输出，80000。真变态，那我怎么500多攻击力啊？